大家好，我是徐颖，今年54岁了。这不是真正的我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我在生活中，我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女人，家里家外必须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见不得脏乱差，看见乱的地方就得收拾。闲暇之余，我也会约上3两好友一起去游泳，在游泳中让自己的身心进行放松，保持好身材。所以我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很简单，首先就是要身体健康，能与我为中心，照顾我，陪伴我。当然了，我也会给你照得妥妥的，因为对我而言，陪伴比什么都显得珍贵。我不能给你全世界，我的世界全部给你。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爱的选择，您来了。二位。